这本来资料都已经准备好了，谢谢，给你添麻烦了。我还以为球队你回来了，能像一年前一样呢。要不你再考虑考虑。谢谢，对不起。 没事儿。啊，学姐，你等一下。这是我在国外教练的手机号，他现在回江城了。 有什么需要的话，可以给他打电话。啊，谢谢。那我先走了。嗯。那批零件今天终于算是到了。<笑>那么紧张干嘛？不就上回输了一次吗？ 你要学会放松，知道吧？你可就知道说放松。周周，那我说你这个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来着？放松，放松啊，放松了才能好好比赛。好久没跑了，注意安全。 愿赌服输。你有什么好得意的？这得是我的车没磨合好，下次一定赢你。你呀，什么时候能放松下来，好好享受比赛，别那么在意输赢。哎，怎么今天没发挥好啊？哪有你这么说话的？一点都不谦虚。我哥说话不过脑子，别在意啊。没事，你们兄弟俩这样，太挺好的。我俩一比赛就这样。 无论对手是谁，都要全力以赴，对吧？那是赛场无兄弟，只有对手。 杨教练，辛苦了。我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，就点了一些特色菜。嗯，挺好，挺好的。我们周周回国外之前呢，这段时间就辛苦你了。沈总，您客气了。之前呢，我在联大的时候啊，就注意过周周。不过，周周这一年国外的历练，现在肯定是不一样了。<笑>我们周周啊。 还有许多不足的地方，还需要多多的磨练。我们队呢，现在最缺的就是进攻型选手。周周来了，我们多安排点训练赛，让我们的前锋选手多向周周学习一下。那就请您多多费心了，来，周周，敬教练一个。来，咱们一起干一杯。
在理工大好好训练，记住保持经济状态。哥，你要去理工大？啊？让开！我不让。不是，你把话说清楚，你去理工大干嘛呀？你到底让不让？我不让。陈彻说的果然没错，你就知道回你的国外，你这不是叛徒吗？我的事，你少管。 虎爸，我回来了，但是我帮不了连大了。虎爸，对不起。 和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沈周周，这段时间会随队训练。他呢也是刚从国外回来，在日后的训练当中呢，大家多向周周学习，多向他请教请教，尽快的熟悉起来，好吗？好。周周，你也和大家打个招呼，都是年轻人。你呢就用那个柜子。 有什么需要呢，就跟我说。刘毅，哎哎，教练，你是队长，周周呢，刚到我们球队，多照顾一下。行，没问题。哎，对了，教练，下周的交流赛，沈周周会上吗？那我们几个的位置要不要调整？这个我有我的战术安排，后面会告诉你们的。好，你现在就好好训练就行。 啊，周周啊。
接下来的交流赛对阵联大，你没问题吧？ 哎，我说哥几个，今儿准备打他们个几比零啊？起码两位数啊！我说也得6比0。教练，大家准备上场。好。一起加油！加油！嗯。都带好自己的东西啊。 周周，准备上场了。来，大家上场热身。 什么队长？一脸惆怅。哎呦，教练让我给沈周周让位置，都往中场偷偷的地方带。我一个队长还得向他学习学习。好的，双方球员准备进场。这是一场江城联合大学。冷老板，今天好好打啊！没问题。看我超常发挥得了。教练的一个情况下，他们也在不断的寻找人的战略战术。那这场友谊赛呢，对他们来说。 沈周周，沈周周，你耍什么小孩脾气啊？哎，这场比赛对于江城联合大学来说也是一个找，你们俩干什么呢？抓紧时间，上场热身。 好的，比赛马上就要开始，在郑秀区的呢是33号选手沈周周和77号选手陈彻，这场友谊赛非常的有意思啊，因为之前沈周周和陈彻呢都是隶属于这个江城联合大学球队，是最好的队友、最好的双子星，但是今天各为记录，沈周周率先拿球，进攻，连续的摆脱对方的防守球员进入蓝线，面对门将，沈周周直接打门，球进了。 在比赛刚刚开始的情况下，沈周周先下一城。沈周周这个球打得可以说是非常的果断啊，面对门将直接一杆抽射。好的，比赛再次开始，江城联合大学组织起了反攻，联合大学的进攻会有影响吗？啊，这个射门被挡出来了，球权马上来到江城理工大学的手中，沈周周。 防护对方的防守，喂，球啊！队友在要球，但是沈周周没有理会，他选择直捣黄龙，球进了又下一城啊！这个比赛刚刚开始啊，沈周周连下两城，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热。到目前为止呢，江城联合大学面对沈周周的进攻可以说没有任何的办法，这也应该是因为沈周周比较了解他的老队友们的打球的方式。好，再次来到门前。 瞄了一下，拉杆啊，球又进了，3比0。沈周周的这个表现可以说是十分的精彩，十分的优秀。啊，一个冲撞，沈周周再次进攻。沈周周今天大杀四方，他的眼里没有队友，也没有对手，只有对方的球门。好，再次突破三传两倒，来到了门前。沈周周拿球。 再次射门，球经过了门将的手套，上方又进了。沈周周，球又进了。江城联合大学的守门员今天面对极大的压力，6比0，这场比赛已经变成了一个一面倒的屠杀了。确实，今天的表现啊，沈周周的表现是十分的精彩。 沈周周，你转什么呀？国外回来了不起啊？让开！我跟你说话呢，你懂不懂礼貌？不是赢了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干什么你、啊？
你谁呀？你推我，关你什么事儿？